为什么只有一台？对啊，怎么只有一台？五十八啊！等一下，他怎么开后车厢了？欢迎来到小琉球，骑着机车来找我吧。到了。啊？不对不对，往前。我们走到哪里呀？这里这里这里。哎，海龟蛋。是真的蛋吗？节目组怕被什么？怎么会？哇，这个床。有，它完全没有停呢，太夸张。很炫目。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很美呢。哇，好舒服哦。好舒服哦。那什么？啊！海龟，海龟，超紧，超紧，超紧！哇，真的！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好，跨出去。我第一个感受其实觉得蛮舒服的，一下去之后就所有的声音就会突然咻一下，那感觉很棒。觉得一天真的不过瘾啊，很想要多去感受这一个小岛带给我们的感觉。大家记得起赞、起订阅、盖个耳机、盖小铃铛、收五位朋友。